你帮我个忙呗，帮我起个稿，想给这把刀做个头带。你放心，不要你做，我明儿就去买个皮子，我自己做，我照着你的稿子做。想要什么样的？好看。我是说，想把刀怎么挂？挂这儿，然后就可以做一个绑腿。要绑腿干嘛？刀重啊，这样能平衡一点。衣服打开，怎么了？站直。手张开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喜欢我这件事儿啊？妈，你的性格要等你说出口，也等多久啊？又或许你觉得孔阳的事情才刚了结，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。但我真的就想有话直说，我今天喜欢你了，我今天不说出来，我心里不自在。暗恋不是我风格，你要是拖半年，这半年我不得憋死。所以我就找了个折中的办法，咱们就各退一步，互相尊重。我呢，就照顾到你的节奏；你呢，
就让我心里踏实一下。承认你喜欢我呗，然后按照你的提议，行吗？有些。有那么难吗？又不违心。说出来就要往前走，不说还能往回退啊？为什么要往回退？你想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你不去考虑太多事儿。可刘希，我能喜欢你吗？我不吃人。你真没想过吗？其他的咱们不考虑，到现在你记忆还没有恢复，如果你真的有爱人，有一天你想起来了，你们团聚了，那我呢？我该去哪儿？